这是什么东西？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会有那个？为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我乞讨到剧院了吗？啊！我乞讨到剧院了，太夸张了吧？怎么可能？他直接系统给我东西耶！我真的没有工伤哦，真的没有啦！我发誓，如果我工伤的话，我天生少一颗肾。我头发这么旺盛，生出来的儿子是光头，哈！你也扮得像一点吧？怎么可能会是光头？哈！超多跟 Coco 掉到水里，我会救谁？这还要问？当然是 Coco 啊！啊！我会在上面跟超多说对决吧。看来艾莉亚已经被我挖得一干二净了。哪有东西？没有东西啊！在哪里？左边这个、哦？你说这个、哦？这个吗？重新选角，重新选角的左边哪里？进去看左边礼物箱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旗帜，120等精灵游侠，这是我的旗帜啊！旗帜，旗帜。重登角色，然后看左边的星星，然后的礼物箱。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老皮，老皮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会有那个？为什么？我没有工伤，我真的没有工伤哦。我真的没有工伤啊，真的没有啊！这什么东西？我乞讨到剧院了吗？啊！我乞讨到剧院了，太夸张了吧？怎么可能？他直接系统给我东西耶！我没有工伤啦，我真的没有工伤哦。真的没有啦！我发誓，如果我工伤的话，我天生少一颗肾。我真的没有工伤，真的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工伤啦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工伤。我发誓，我发誓我没有工伤。我工伤的话，我抽100万现金。如果我工伤的话，我抽100万现金。我没有工伤啦，没有工伤啦。真的没有工伤啦，但是如果今天过后他们找我工伤的话不算哦。我这几天真的没有工伤，完全没有工伤，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完全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，什么鬼啦？到底拿去。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好扯哦！大小，真的没有工伤啦，真的没有啦，太扯了吧？居然是真的有看我台吗？居然真的有看我台吗？居然，那我刚刚那20抽怎么没有葫芦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10%追加经验哎、欸。看，这也太强了吧！哦，
10%欸，哇操嘞，太扯了吧。聊天室 GM 喊赞，让我知道谁是 GM， 让我知道。欸，为什么今天全部都是来找我要钱的啦？你们这样子，你们这样子，音速车交换券跟我换一个欢乐戒指哦。欢乐戒指一个大概值多少钱啊？欢乐戒指有人知道吗？欢乐戒指一个值多少？欢乐戒指一个15亿，欢乐戒指这么贵？干净的呢？他那个是垃圾车，大家说你这是垃圾车，笑死！干这个一个15亿，真的假的？那他给我三个，不就45亿了？怎么可能？哥哥头发这么多，弟弟又是光头，我儿子也光头，弟弟也光头，你们到底跟谁生的啊？全家都光头，只有我一个有头发，你们跟我是家人？张庆忠的儿子啊，不就是超负荷吗？你有看过凤凰吗？你有看到？我有看到你遗失那，你那颗我送出去了，你遗失的那一颗，这颗啦，红红的，这颗啦，完啦！艾莉亚被起完啦，艾莉亚已经被我起完啦，我飞起来了，可以给我一点钱吗？可以啊。靠腰，不然给太多了啊！算了，他平常有帮我放轮啊，给他了。完了啦，这个伺服器。这个伺服器已经被我搞穷了啦，完蛋了！这个伺服器被我搞穷了。我想跟你买一点吃的，还有喝的。吃的哦，刚好刚好，我们这边刚好热销款劲辣鸡腿堡。喝的我可以给你喝超级药水，2020瓶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？2020你要投给谁？自己选，好不好？自己选。干！我钱满了！啊！我的钱满了！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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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一次，爸爸，爸爸，你等我，爸爸，爸爸，再一次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再一次，爸爸，爸爸，再一次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什么淘到满币？那些币我自己买的啦，靠杯，我自己买的币啦。爸爸好，我这里有汉堡，还有水。咦，爸爸好，爸爸好，爸爸，请你吃汉堡，请你，我请你。爸爸一定要吃饱，爸爸你一定要吃饱啊，爸爸你一定要吃饱，蛋糕。爸爸吃蛋糕，吃完汉堡，喝完水水，甜点，蛋糕。爸爸一定要吃饱，爸爸一定要吃饱。爸爸，爸爸好厉害！哇，真的给！啊，太扯了吧！谁说艾莉亚不行的？谁说的？艾莉亚得第一，艾莉亚得第一。